《全唐诗》卷184、26、357言，李白。秋风清，秋月明，落叶聚还散，寒鸦栖复惊。相思相见知何日？此时此夜难为情。秋风凌清，秋月明朗，风中的落叶时聚时散。寒鸦本已栖息，又被明月惊起。朋友盼着相见，却不知在何日。这个时节，这样的夜晚，相思梦难成。若是将此诗放入到全部的李白作品当中，做综合的、宏观的考察，从李白作品的相互关系及李白作诗的内在规律、一般特点等角度来看问题，那么就会发现，李白此诗原是一首言情之作，其主旨是归中望远。